果我的这双眼睛能够换来世间的安宁，那我也就值了。只是可惜呀。童儿，一个被囚禁了上百年的异魔逃出来了，他首先想到的会是逃跑吗？是报复，异魔要对道宗大开杀戒了。师父，师父不好了，三王殿来偷袭，弟子们死伤无数。悟道，等会儿为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别问为什么。为什么？说过了别问为什么。前线阵，将异魔逼入大漠，暂时杀敌，三王殿无法遁形。林大师兄，不错，为师和三王殿离开以后，你就开启护山结界，让所有的弟子留在结界之内，谁都不准跟上来！别忘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。掉，醒醒！啊，干嘛呀？这会儿不对，哎，你饿了吗？你饿了自己找吃的去，别玩钓鱼睡觉了。有股香味儿，和上次那个异魔是一样的。我们找大哥去，快点！蠢货，别得寸进尺。林东他自己的事儿，他自己能解决。他要真想找我们，这儿会亮的。别烦了，行不行？睡觉。快看！下乌鸦嘴，快走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好像也动不了了。掉，一个人去对抗三王殿的。如果我都挡不住三王殿，让你们来面对他，无非是徒增伤亡。当年为师答应过一个弟子，总有一天会出手替他向异魔报仇。哼，怪我没有勇气。三王殿被关押的时候，我都没能下了这个决心。这次异魔逃脱，算是憋出了这个机会。虽然当年残害我那弟子亲人的未必是这个三王殿，但是杀尽天下异魔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我等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许多年了。如果我今天再一次无所作为，我还怎么好意思被人称为师父？叫我一声师父了。弟子等这一天也已经等得太久了。啊，咱们现在算是同生共气的师兄弟了吧？师兄弟没问题，同生共气也没问题。问题是，师弟，
咱们两个人都只修得了大荒无尽的第三重，就算加在一起也还是太勉强了。怕什么，两个第三重加起来就是六重。六重还打不赢他？我以为我疯，没想到你比我还疯。师兄，我们会死在这儿吗？谨记太师叔教你那三重招式。第一招大喜杠拳可听风，此招的要诀不在身法之外，而在闻风而动。就是那个异魔，把你的手拿开，别弄脏钓人的脸。你们两只小妖兽真的挺可爱的。啊，异魔，你别嚣张，林动马上就到，等林动到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回答我呀！你要杀就杀。你使什么阴招啊？你俩还想着林动吗？真可惜，他来不了了。你把大哥怎么样了？快要死了吧？可惜你们自身难保，救不了他。想想怎么死吧。我今天饿了，我今天必须得吃你们两个当中的一个，一个就够了。我也吃饱了。你们感情不是深厚吗？想想，谁先替谁去死？这一魔把我们困在这里，定是没把握杀了我们，却又想拖延我们去帮助大哥的时间。既然他一贯喜欢挑唆人打架，那就打给他看。陈红，商量商量吧。商量什么？你脑子不好使啊，修为又没我高，不如你去死，我去救大哥。万一我没救回来，你也别怪我啊。你救大哥？我才不信。
你骗了大哥多少次了？你这一次肯定又要跑。蠢货，你这次信我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特别怕死啊？好，我偏偏就选你。你，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死，你别过来！我不想死。为什么三王殿的陨铃打碎了，他反倒来劲了？三王殿的陨铃是风，我们是打不碎风的。只有修习到了第四招，我们才有可能抓住他。第四招？荒芜妖眼。原来荒芜妖眼的秘诀竟然只有这么简单。师兄，你还记得荒梅上的岩画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快你慢。你不要疯得太过分了。雷宗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竟将雷霆祖符修炼到如此境界？你们异魔还真是笨啊，说两句就上钩，想吃雕爷你也不怕撑死？告诉你，雕爷可是雷霆祖符的传人，不要命的再来试试啊。是，来试试。好，你们两个都想死，我成全你们。老前辈，难怪您说没人可以修炼到荒芜妖眼这一步，因为贸然修炼只会被荒芜之力侵蚀眼球。其实道宗先祖早就在岩画里告诉了所有人，修炼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眼球被侵蚀前自毁双目，断了后路方可死中求生，灭尽眼前所见，一切归于荒芜，心与天地合一，一界天地之力。所有人都看得到这幅画，却没人有勇气这么做过。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做，你忘了吗？忘不了。可是不灭三王殿，欢欢的师兄弟，欢欢的父亲，欢欢的同门都会死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没事，就算和他在一起，有什么意义？我不相信。穿着嫁衣的样子，是啊。林动，林动，林动。
要成亲了，我要成亲了。师弟，你比我勇敢。当年我可没有牺牲的觉悟，你比我强。刚才打陨灵的时候，我受了伤，撑不了多久了。老天有眼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的元丹留给你。我觉得是时候该坐下来说说，想抚你心头的梦，从你为我之间，只有断了你的心脉，才能让元丹融合。跟小师妹好好的。当年我众叛亲离的时候，只有她对我好，照顾好她。童儿啊，你又何必
这样做啊？童儿从来就是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的。为师惭愧，当年我要为你出头，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。道宗风雨飘摇，宗主舍小保大，不必介怀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从来就没有记恨过。周同师兄呢？为师已经将他安葬在远古战场上了。当年他从那里离开，后来他在那里死去。以后他在那里能看到道宗的一切。明日是你入地殿的升殿仪式。道会帮你安排一切的，师父。我有最后一件事要为周同师兄做。林东，诛杀一魔三王殿，绝功至伟，特升入地殿。恭喜你啊，林师弟，李小师妹又进了一魔。小心点儿，日前周通师兄神秘现身，助我打败三王殿之后，
又杳无踪迹。天大地大，他不知又去何处云游。若是没法子找到他，就让他在这榜上永占第一吧。预算的什么？你把名字留在道宗，就是个不败的传奇。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啊？啊？为什么？不是我不让你们去，道宗向来不接纳妖兽。大哥是你们道宗的人，我是他兄弟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怎么着啊？你们道宗瞧不起妖兽啊？你们还是别去了，他不想见你们。呦呦呦，哪来那么大架子？别跟刁爷开玩笑。就是啊，大哥他怎么可能不想见我们呢？他看不见了。看不见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到底怎么了？林东他为了习得大荒无精，杀了三王殿，自毁了双目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那天他分明联络了你们，你们上哪儿去了？那天我们被异魔困在这儿了。那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受了伤，现在在养伤。你们俩最好别去打扰他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大不了刁爷当他眼睛，蠢虎当他手脚，有什么事儿我们替他扛。行，那我回去了。现在大哥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啊？没事儿，再大的困难，他都扛过来了，这点不算什么。哎，应欢欢不是变丑了吗？正好啊，他瞎了。看不到了，你能不能不开玩笑了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哎，长得好看就行了，要眼睛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我懒得跟你说话。哼，你和你的周通师兄倒是真有几分意气相投啊。不过他或许连有没有人记住他的名字也都不在乎，就算那些前辈先贤，你的太师叔，你的师兄弟，天下未铲除异魔的弟子们都成为了英雄，你们的名字最终也一定会被遗忘。但愿这个世界上不再需要那些英雄，如此也可谓天下太平了。好了，
咱们说点轻松的。说吧，想要什么礼物？礼物？今天是你的生辰，环儿特意告诉我的。今晚，他有一份礼物，要当面给你。我要好大好大的排场，我要全天下的人都羡慕我。就这么定了。林师弟，恭喜你啊！和小师妹又能见面了。师兄，都已经三个时辰了，你就去见一面吧。人家花花小师姐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，你要不去，人家多难过呀。可要是让他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只会更难过。我再见到你，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师妹，真的就这么等下去啊？要不然呢？好不容易才有了这样的机会，下次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他就快来了。要不然，你去找找看吧，让那个臭小子快点。这么长时间没见你，也不知道你是胖了还是瘦了。你怎么还不去？我融了这两个冰娃娃，用了好几天的时间。他要是再不来，冰娃娃就化了。你快点儿。飘摇光影，享受是因你替代了四季。这一生情，我愿赌给你，踏遍红尘几知己，舍死不离，患难也相信，浪迹天涯也相依。
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满了记忆，曾许你执守天地，曾许你此情不移。飘摇光阴，相守是因你替爱了四季。林东是不是出事儿？我愿都给你擦遍红尘迹。我也不想瞒你了，他为了对付三王殿自毁了双眼。要不我去劝劝他。不用。他和我当初想的一样，他不会来了。但我知道这个臭小子一定就在附近守着我。傻小子，爹，冰主第二节已经快修好了，我会继续。皇儿，你能有此决心，爹很欣慰。不过，爹，你不用担心我是心血来潮，也不用担心我在赌气。林动的事儿，我都想通了，我会等他，他也会等我。灭尽眼前所见，一切归于荒芜。但荒芜并不意味着结束，我们的故事也远未结束。有人问他，是不是忘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？他自然不会忘。因为他看到过心爱的人穿着嫁衣的样子，因为他知道这世上不止一个一模。你娘是我杀的。动手啊，林东！因为他心里藏着芸芸众生、姐妹兄弟，因为他失去了眼睛，却仍然还能看得到一切，明白还有什么在前方等着。就像我们的这个故事，无数跌宕起伏，翻云覆雨，也将在不久之后继续等着你。若为人，不忍杀身；若成魔，天家不留。Thank you.
叹息。